什么原因那样子。上回我自己来钓，一个鱼都没打。我将大壮还没看，抽水给了，抽干了。大家好，今天跟小鸭过来在鱼塘这里钓鱼，他说想吃鱼了，看看能不能钓上几条，等一下将在这里野炊煮着吃。现在河道也不好钓了，水位下了好多，这塘也是现在都断塘了，还有这边这里比较深的，还有那边那里也比较深的，中间这里断开了，拿了一些猪肝，还有肠子，猪肠子，玉米，它里面就有草鱼还有埃及，试一下，今天天气比较暖。直接钓到底。很大了，想吃条鱼都难。我都摸一手，我都发现下面是不是没有鱼？有啊，那被抽完，拿上来拿都没痕，压都没痕，没有。你打靶还在？里面的鱼是不是都冬眠了？你以为是蛇吗？冬眠。说河道里面不好钓，连鱼塘都不好钓。我的天哪，估计他想吃糖抽水鸡啦。想吃抽水鸡哦。换个位置，换到那边去。啊。嗯。我就不信了。走，快吃！哎呦，一个钟头就在一条，终于上一条鱼了。哎呀你！也没打。不想自己抖了，敢丢就得一条。还是别下的啊。哎呀，上一条了，我以为睡着了还是怎么样？你还以为他们冬眠了？哎呀，今天有鱼吃了，再多条吧，一条。哎，有了，小小的，连上两条了，我这竿都没有动静啊，没敢吃你看，一下下午了，咬没咬？哎呀，老流了水了。老流了啊。嗯。过来。埃及，过来。不是埃及。哎呀，敢丢丢在了上天。哦，这还蛮大的。三条了不？有鱼吃，哦，这也蛮大的吧？再大几条，你养个都到不到手不？哎！你真大，真作妖。吃了，有鱼吃了。你家当不要拿锅仔了。都长得不大了，哎呀，好几条了，好吃吗？够了。够啦。嗯。那我钓一只，你不要咬锅啊。好。好。我给拿锅，你不要钓啊。嗯。小鸭回去拿锅，
我还再钓一下。今天吃鱼要吃个够。都是这个个头。来啦，我们下板了。看这，你在弄没？你弄了。弄了。哇，压力太大了。等下要叫上两个朋友过来一起吃，不然我们两个估计吃不完。是忙的，有点辣不？辣妹，有点辣妹，辣妹。对啊，我要吃鱼先，论吃啥先？发发财了，还要？哎呦，好吃吧？这个。对没？爽。没走，两个没走嘛？有。这个猫，这个猫。咱进了猫，进了捞。那饭不吃，那鱼我们赶紧放了就。嗯，辣，辣了。嗯，辣的好弄它嘛。哇，好吃。那边就一个人。旺仔嘛。棒。一锤吃，没有鱼哦，一锤吃十八都香哦。嗯。哦。那我给捡的，你再去捡。有冇呢？啲鴨掙夠夠嘅。好棒！上未？你倒好。这样吃就是过瘾。你没吃啦？全部吃饱了。饱了。看你们过瘾了。饱了。舒服。你吃了？你吃了吗？饱。饱了。每个人都吃饱了。做跳舞，跳舞干嘛？晒一下太阳，在外面吃就是爽过瘾。好了，视频就先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